股票作为一种有价证券，代表了投资者对股份制公司的所有权，投资者所获得的股利和股息也由持有股票数量而定，所以优质公司的股票总是多多益善，但是那些非常优质公司的股票却变得一票难求，而股价也让普通投资者望尘莫及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 ATOS 金融小课堂，我是分析师 Glenn， 今天我们来盘点2022年全球最贵的十大股票。第十名 Tesla， 特斯拉股价905美元。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的特斯拉公司不仅是全球电动车行业的龙头，也在各类家用及商用蓄电池和太阳能系统方面拥有大量业务。一路从2003年走来，特斯拉已经将产品线从小型轿跑扩展至高档家用车、休旅车、皮卡车以及重型卡车，所有产品均为纯电动，为全球的新能源转型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第九名 ，Markel Corporation (MKL) 股价1429美元。Markel 控股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跨国公司。该公司是一家在全球范围内从事保险、再保险以及投资业务的控股公司，旗下拥有数十家分公司。第八名 ，Booking Holdings (BKNG) 股价2072美元。Booking Holdings 作为全球最大旅游相关服务线上供应商，旗下包括 Booking.com、Priceline.com、Agoda、Kayak、Rental Cars 以及 OpenTable 等多家分公司。该公司分别是纳斯达克100指数以及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。第七名 Alphabet Inc. 股价2722美元。Alphabet Inc. 又被称为字母控股，该公司是为了与谷歌公司整合业务而建立的母公司。Alphabet Inc. 旗下收纳了一系列按照业务范围而独立设立的全资子公司，比如 Google、XLab、Life Sciences、Ventures and Capital， 目的是为了更加明确每个子公司的职责和业绩。该公司有两个股票代码，分别为 GOOG 和 GOOGL， 也称为 Class A and Class C Shares， 差别在于前者不具有投票权。第六名 Amazon Inc.AMZN 股价3225美元。 Amazon Inc. 即亚马逊公司，是一家位于美国西雅图的跨国电子商业企业，也是全球目前最大的互联网线上零售商之一。该公司在美国、加拿大、欧洲、中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均有开展业务，同时也是美国五大科技巨头 FAN 的成员之一。如果您喜欢本期 ATOS 金融小课堂的话，请点赞关注 ATOS， 我们将在下期为您带来剩下的五只全球最贵股票。我是分析师 Glenn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